没得一只活着的兔儿能够走出四川。爸爸，一千只人就把兔子拿去杀了，你说你？那今天就整个一兔三吃。哎，不是两吃吗？我给我两个小家伙整到不辣的菜。那你慢慢在院子头休息，我等下做好了喊你啊。好，好香啊。在四川南岳无妖精来，其他人统统靠边站着。你别笑，兔儿都没要。没要。你真的是好多给他丢了，那煮了香椿的不是好吃的很吗？成都20块钱给我兔儿老火了，现在。先把刀磨快点儿咯，先切个腿啊，待会儿用来炒，两个小家伙吃啊。我反正随便啥都吃，你都不能忘了两个儿来啊。这是必须的噻。要帮忙吗，老公？你耍嘛？又来耍？你现在耍了，我肚子上帮我减肥。那你实在帮忙，你就去那儿陪点。陪啥子嘛？二荆条子姜。好。你番茄给我，番茄给我。啊。啊！来喂！哦，嗯，快点玩吧。哦，兔子我们就处理好了啊，把它切得小块一点。起锅烧油啊，这个是纯菜籽油，两斤油没得了。这个兔儿呢是鲜的兔啊，我们再吃个三角兔。哎，卤味卤的，好下酒，好下酒。大哥，这个好香哦，香惨了，简直。你老公那个技术他不是吹的，晓得不？技术装真的你还是可以的，不是？好，来来装饰一下，你配的好菜。咋了？整到那边烧了啥？啊。好，鲜果坨起锅来，媳妇儿。你都负责洗锅，我负责炒呗。你这过来嘛，有点太重了。哇塞！好了，去了。好，再给你一个小马小鱼炒个那个猪肉噻。好嘛呀！哎，我感觉你这做菜还可以啊，一个厨子可以做三样菜了哈。你看那些分量都还那么多。你要看哪个弄你噻，嘿。宝贝，你看爸爸给你做的菜。你都闻都不闻，喊我，妈妈，我是爸爸呀，喊我，妈妈。刚刚山椒兔已经上了，我在杀你的这个味道，啥味道？鲜果兔啊，看看这个的味道咋样？嗯，这个软嫩松滑，那个是嫩，有点香，哦。我更喜欢吃这个，来点小鱼拌个兔子肉块，来一口。啊！你不给你爸爸面子。为了五根兔儿，就吃了那根兔儿啊，其他五根都光荣的牺牲了，然后没吃到肉。还是小的会煮菜，你看小龙龙的。你下次让我教会了，我就会弄了。这个很好吃，你没把我教会，我就不好吃。其实你是可以的，晓得不？你是哪个要吃嘛？我觉得香蕉肉更好吃。哎，那么多菜，有点太好吃了，哎。是不是？真的巴适啊！就在那种辣椒里面长兔子肉，吃了才过瘾。你如果在兔儿里面长辣椒，它就不好吃。嗯。所以今天我特意把它分成两锅来，你看嘛。不安逸了，晓得不？兔子还多架势啊！哈，一兔子炒三样菜。啊！你看你过来讲，那个乱七八糟。今天这个兔子啊，得到了一致的好评，那绝对是非常非常的。五星好评。下次继续嘛，我懂得起。嗯。对。